来规定，拜托大家共同来遵守。第一，咧放炮啊、甲放烟火吼，即款的行为是禁止的，所以请球迷唔通炸炮啊、甲烟火来球场。第二，这是公平公开的比赛，不管谁输谁赢，拢总袂使过大，乌白丢一挂等物件入来球场内底哦，维护球场的清气，比赛才有法度继续。第三，禁止炸吵死人的汽笛喇叭，以及会发出噪音的器材来进球，用嘴、用双手为球员加油就 OK 啦。第四，为着咱自身的安全，拜托球迷界外球唔通乱乱接哦，万不哩若乎球接到，好那是会痛到哀哀叫哦。第五，食薰尿薰可以上发明的。诶，其实哦，爱食薰的人发明的啦，无这种代志啦。为着大家的健康，请球迷唔通伫个球场内食薰，造成空气污染。球迷朋友啊，今仔日的比赛就要开始咯，不管你是支持倒一队的，今仔请大家跟我喊出中华希望，加油！